翠萍，最近常上健身房？对啊，我现在固定每周我大概最近有上到3次到4次，而且其中有一天是私教课的重训，做重量训练。我跟我女儿一起做啊，那她现在重训也很厉害，所以我就跟她学习，现在她变成我的小老师。那你饮食有控制吗？有啊，一定要控制啊。那像我们这个小组之间，我们像我们这个月就是健康饮食月啊，所以小组之间就大家这一组相约，对这一组。然后我们大家都要做到，包括牧师，包括师母，包括达明、百荣，大家都一起做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一起运动，这个月不吃红肉还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们就会这样子，就是说，这一周的第一天，我们不吃加工食品，就是那些只要是加工的不健康，我们都不吃。然后第二天我们只吃蔬菜水果，然后每餐要吃3样以上的蔬菜水果。第三天我们要吃好油，对。然后第四天我们不吃淀粉类，我们有运动周，像我们那天就去慢跑马拉松5公里，我们全部都大家一起跑奔那个河堤边，然后再来有游泳啊，还有网球啊，大家相约一起，对，羽毛球，坐这个脚踏车，都是这样集体行动，一整组的人。不也好啦，就是好朋友大家揪在一起啊，一起过健康的生活，比较有个伴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大家会互相督促，而且我们这种互相督促，还是譬如说在家里要做仰卧起坐，都是要叫大家上传影片，那你们这组证明你真的有做。你们这组为什么不加固结呢？因为他不在我们小组、啊、我已经一年没有去，而且我跟他不同组，他的小组长是你们那一组都玩什么？我们是 Stacy， 我不知道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，他很久没有来了，对，我有失联的羊群，对对，因为我现在 很久没有回羊圈了，这个野羊就是，我现在很忙哎，我现在除了要一个礼拜哇，早晚都做大肠水疗哦。对啊，我每天要跟马桶谈恋爱，至少要一个钟头哎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的屁股就是粘在马桶上做大肠水疗，我有机器就在我的马桶旁边啊 ，DIY 的机器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清大肠排毒啊。蒋宋美龄就是做大肠水疗跟天天按摩，活到106岁。所以我现在应该105差不多啦。你又要等我到那时候吗？你是以这个为目标，所以才会说一个106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说奇怪，念佛号108。我也是一直想106是什么数字？对。哦，是蒋夫人106。对。哦，你是这样讲，但你自己不运动。我有运动啊，我瑜伽上得很好啊，我做到离土轮式还有骆驼式了。嗯，你来一个，来倒奶瑜伽。没有办法做呀，桥式，做一个桥式吧。我这样子我只能够做骆驼啊。好，做骆驼。哎呦呀！哇塞！好，来，哎，说翠萍一点都不怕老，你很喜欢现在的自己是什么意思？其实我一年比一年更喜欢自己。也就是说，我从其实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我自己的年纪岁数了，也就是说，我觉得它真的只是个数字。那我会说我一年比一年更喜欢现在的自己，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，我觉得我至少还有还能动灵，对不对？我还有我的美貌，然后呢，我觉得最重要，美貌不重要，我觉得是让我有我的智慧，我因为透过生活的经验带给我的智慧。还有就是说，我现在，以前的我就想说，我很容易受骗，我没有智慧，我很容易受骗。你之前你在哪里见到了70多岁的白嘉莉？我在一个宴会上见到了白嘉莉白姐，然后我好羡慕她，然后我好崇拜她，因为她那种在她的言谈举止中透露着一股这个轻松、自然、优雅，也就是说我可以看到他脸上散发着光芒，即使他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年，完全不像是这个70出头。我是私下去 Google 他几岁的，就发现他我当然不敢当面问他呀，可他看起来真的像一个50几岁的般的优雅。然后呢，我知道他常常打高尔夫球，他跟我朋友在美国常打高尔夫球，然后他那种言谈之中的那种自信优雅跟那种轻松，你可以知道他的生活过得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富足，也不一定是物质上的，
但是他的这个精神生活一定过得非常的好。我希望他是我将来今后的榜样。那也就是说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还要向他学习的地方很多，但是我必须要一年比一年更有自信，更喜欢现在的自己。因为我觉得真的现在我们自己有经济自主能力，我有我的专长室内设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生活上有寄托，工作上有寄托，我还有我的理想，还有梦想。然后我人生有经验，生活有智慧。我觉得夫复何求呢？我现在只在求一段这个有一个人陪我到老的感情就好了。又绕回来了。对啊，说实在的就是这样子啊。前面讲半天，现在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一个饭嘛。